红布捡起来，把妈祖的形象扎起来。他分应景中要来把妈祖换衫。观看圣陶王毕，请接护员。应景中妈祖穿的衫是真有本地客家的特色，当年的衫的色拢无同款。今年的衫是以黑色最底的客家花布来设计，面顶阁有绣代表富贵的牡丹，手工精油。更换这个马祖国的新衣哈，已经是第五届了哈。那这一次呢，选择黑色，就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马祖国哈，这个身高就是今年要穿这个黑色的圣袍。今年妈祖要换衫，有邀请到县长张东任的夫人陈美琪，啊，佮有顶任县长徐耀昌的夫人蔡丽清等女性代表。开心哈，能够来到永贞宫哈，来参与这个换圣袍的妈祖换圣袍的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尤其哈，一走进来，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安定。然后我相信妈祖也会保佑我们所有苗栗的县民们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除了永贞宫服侍这尊妈祖，还有按北港朝天宫、中华南瑶宫、大家镇南宫所请来的妈祖，也是拢换新衫。因拢要参加旧历四月初八的辽境活动，保护地方的平安。民视新闻苗栗报道。